观察一下他手持枪的一个动作，看上去这款武器不是很粗很强，是看上去有点短，这是他一个外观的一个情况。现在好，现在轮到我了，我们先看一下这款武器的一个左键攻击情况。一个散弹，对，我比较喜欢叫霰弹，不要在意这么多细节。好的，好的，它的一个集中率还是比较可以的。好，没有问题。好，现在我们找一下我们的这个 bot， 他来了，他来了。哦，他站住了。是的，使用左键，右键。这僵尸根本靠近不了，会被一直攻击。对对对，他无法靠近我。但右键在进行的时候呢，有一个比较遗憾的地方，我无法看见我的大翅膀。但是僵尸他是没办法靠近我的。然后给大家看一下他的一个充能情况。好的，请僵尸追击我一下。他的这个能量是360度的。对对。而且它在我的背部的话，如果我持续移动，我会有一个金色的光焰产生，这个光焰的话是能造成更加强大的伤害的。 OK， 我变了，变为僵尸。我们的 bot 大哥上来就开始招呼我了。这是武器的开启右键的 B 模式时一个翅膀张开的情况，非常的绚丽酷炫。而他选择了正是我们的一个代言人天使乌利尔。对，他枪跟角色也是非常般配的。好的，那请先用左键攻击我一下。左键攻击可以看见击退，是我刚刚退了一下，不好意思。他一个定身的效果还是比较可以的。对对对，好的，你充能完成的话，我们现在再看一下他的一个右键情况。他是有。哇，我直接被干掉了。是的，好，我们再来，然后请再示范一下充能完成以后的一个攻击情况。是啊，我直接被干了。对，他这是他的一个右键的